那今日我要讲的就是，最近在咱城中上闹热的比武招亲，因为着这场招亲的主角是咱苏将军的查某囝，大家拢知影，伫个战场之上出生入死的苏将军，战功累累，赫赫有名。但是伊一世人拢未娶，唯独伫个17年前，伫古城义当中救了一名孤儿，伊便将伊当作亲生的查某囝来请用。如今咱苏将军的查某囝苏慧慧已经成年了。那讲到苏将军的查某囝苏慧慧，那是一名才貌双全的女子。今仔日我苏淼伫擂台顶为我的查某囝苏慧慧选择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作为我的子嗣。这届比武招亲，果然来了30几名江湖的豪杰。这届比武进行了3暝3日，最后只剩2位高手。一个是武侠世界的无量伯公主，有一名是来自东亚的天神。两人为历史争到3更半暝，有人难分胜利。后来两人决定3日之后再来分出胜负啦。灰灰啊，明仔的比武就剩2个人咯，你敢有较介意谁吗？阿爹会当甲你私下安排，互伊胜出啊。阿爹，你的意思是无爱叫贵丁来吗？安尼敢好？有啥物袂当的呢？会当伫个30几场比武了后，阁会当胜出的人，拢是你分配啊。就看你介意就是款咯。一个是杀气腾腾的彪形大汉，一个是风度翩翩的有为少年人啊。我全部拢被爱，万万不可啊！第3日之后的 final match 应该是精彩万分。这届比赛题目是由咱苏将军的查某囝苏慧慧亲身来出题呀、啊。今日是2030，你想就要入来城中作怪。虽然我拢准备了炮竹来对付，但是今日嘛是比武的最后一天。阿婆就请2个公主做伙去刮走年兽，那是谁会当摕到上济年兽的毛，安尼就算赢。经过了千辛万苦，最后刮走这个上残的年兽。无良公主伊着咱天煞转来到擂台，做伙交出了因摕着的寿毛。无良公主看到天煞所斩落来毛，足足是10倍这么多。哇！甘拜下风，天煞拜见丈人。哈哈哈！哈哈哈！今日比武的胜出者就是天煞。新年要到了，咱绝对要来一个破台语完美鸟母的哈。完美的鸟母是为咱上讨厌鸟鼠的鸟顶冠来处理的，伊逐工会散发出天然的香味，人若闻到精神百倍，鸟鼠若闻到味咧厝内底讲袂出话啊。上天然的鸟母食了增强体力、精神百倍，饮了舒筋活血、气油减肥，洗了换一层皮，让你白泡泡、幼咪咪。破台语完美鸟母力啊，是你新春上的上好的选择。破台语鸟母力啊，赞赞赞赞赞赞赞！讚好，杀青了，你们要不要跟大家？你们是不是去年啊？所以就要祝大家去年行大运，数钱数不完。啊，是高音啊，欧巴讲是巴拉西。班哥林俊杰你嘛别讲，爱数你，数到3我爱你了，就这样。数星数背都是肉。很烦哎，今年春晚
就到这咯，大家明年继续支持破台语的频道，破台语频道非你莫属。给他衣服做这样子，差不多，是。好老变啊！你到底想怎样？啊，抢武器了，要抢武器！不好意思，我先暂停。一直吹。断了，直接断了。啊、哦，我的手，我的对手 ，My hands， 哈哈哈哈笑回去咯，爸没落去，因为笑回去。